Hello? How are you? I'm very happy to be in China, to be in India. 讲错地点不打紧，粉丝超捧场。小米创办人雷军出席印度新德里发表会，用简易的“你好吗”开场，引起大家一片笑声。Are you okay? Are you okay? Thank you, thank you.成功在印度引起关注，而发布会的演讲影片在网络上流传，雷军的英文口音浓重成为一大特色，网友热烈讨论。而雷军事后也幽默回应，国际米粉越来越多，的确该加强英文。不止小米看好印度十亿人口市场，台湾华硕也选在同一时间地点在印度举行发表会。这场全球手机大战不约而同瞄准印度，接下来就看谁能让消费者印象深刻了。记者